人为什么一动，动力是什么？那么必须根据意念，就是一意向心，一意自性生，心力源。那么一动出来就有东西，你盲目的动，像在比如说一八里边里头喝醉酒，大伙又喝到那叫那就醉了，这不叫功啊。我随便做一个，大家我也是跟着互相学的。进攻的时候啊，好紧。他进攻的时候啊，上下一齐。你看，我这里一进攻呢，这个腿，他在这里头，这是有点悬乎了啊，没什么大劲儿。他这个做的时候啊，他在这个侧面，他这一趟，在这个侧一过来呢，他这一看，这就失重了。因为什么？他力量要有，哇，我结实。哎，他在这一过来，看。我其实这里边呢，这个肘向内边去，这个手还是着，它叫毛腿，你看，它是这个劲儿。如果说在这上的时候，它这一气在这个地方，它这一坐，它脚是毛的，它站不住。如果在这底下，它这一坐的时候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劲儿有点大啊，这个是整的。你看这个双手在磕着它，你看在这跪着它，跪着它呢，它做不到，它这一进呢。他必须要退得进，你看控制我，你看，那我愣还起不来，就是手是一样，腕子是过的，结果带到的是这个腕子呢，你看这个臀部一退，这个手过来了，啊，他就过来了，一点劲不使。如果你愣抬，抬不上去，你看一直愣抬抬不上去，他这个要别，你看，这是打腿的啊，他这个是搓腿的，一搓就过去了。那大人必在促你间就挨近了一点，老远追不行，他这个打腿，他这个打腿再腿是这样栽，你这样栽，他再说这个手那把
这是心脏得跳不起来，但是一坐就吐血了，所以他很危险。这个大胳膊大腿活动错过大量的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坐进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站，他亏这个地方啊，他是上这儿是吧，他这一趟呢，他这个手上这一勾他跑不了，你这肘不起来不行，他这肘子就是肘就弯了一点儿。他这个起的时候落的时候，你看他坐的时候，他一般人这是干什么，你看你过来了吧，他就叫点儿，因为这一叫在这个地方一叫可以打着事，这一叫呢他矛盾打这个地方，你不矛盾的一打他正墙上打谁，这一坐就打是吧，你这个脚底下就这一点儿，就这么一前掌一步一动啊，毛的是在这个肘上就在这个，它就是一个螺丝的，你看其实不就在这个地方，它是在这虚着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，我这个东西缺的不缺的你不吃个儿在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肘啊，在这保疼的这个小就在这口儿，你看这个上钩是什么呀，这是下钩，这两个地方这个呢，那你绝对在用在这儿，对，好了，这个太用道了就笨了，倒是这不用劲了就错了，你看你那个他这些人叫你看你使劲儿，你使劲儿看着久了，你看那这手是吧，你使劲儿不用坏，但是坐的时候这个脚靠着这儿，靠着这儿，你这叫的大好是吧，这一过来就过去了啊，跟你说他这一使劲儿你看就过去，你使劲儿有感觉不行，是不是他要非得骂他离出去听着不行，听劲摸就发劲，你看他在这边是不是，他在这个一裹的时候在这层上这一层上这个大家试吧。Hey my people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If you are the first viewers of my YouTube channel, you are welcome. My name is Chang Rong. I'm a martial artist. I'm based in New York City. If you enjoyed my video, make sure to hit that fuck subscribe right now. I promise you, you're gonna learn mor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in my videos.I upload my video 4 times every single week to share my martial art tradition and techniques with y'all. Life is so beautiful. Have fun!